在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aro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云顶的户外主题乐园 Sky World。哦，今天嘿，跳楼机，跳楼机接 Ice Age， 这个其实本来都还没有开的，这个反正第一个也是还没有开的，它本来就还没有开，其实，但是它放好，因为它在 test run 里面，所以你会看到它开的。那天我过来看耶，喏，云顶有第一个。哈哈，也够不是。Scan your ticket. 100 man. 好多吧，好多个了。那你就可以开始了。这个没有开，你要不吗？可以啊，还是你要第一个冲进去？说十一点才开始。那个也不讲，你要第一个排就不用浪费一个那个。那个这个 My Ramping 本来都是还没有开的。几点的啦？可是他好像是10:30还是10:50之类的，他才开放给你。我看到上网是这样子啊，然后活动。No face mask。然后这个，然后就后面就很多人了。到对面那个。我们还是我们要先去排队先。啊，这个去排队，因为你看还没有很慢进来，因为他要那个规则很慢。哇！那你？那也是厕所。倒数11:00了，11:00了。Thank you.
玩一个好玩，应该够吧。哇，原来它小了，这样大小了。好了，现在要去哪里？直直走。Independence Day, like a people. Look at that. Yeah, I think it's not scary. I think it's scary. It's got a bone, but it's hard to say.他不会，我觉得很可怕，可能是我老了。没有，它是很像过山车那种，但它没有那种俯冲感，但是它会在上面停留那种180度，就你会很高哦，会被那个会挂在很高上面，但是也不会很快，它不会很快，是的。Happy Independence Day， 4D。没有人啊 ！Night of the Museum， 哇，仙气！你可以去当玛丽莲梦露。而且我出来是毒气，不是吧？哎，可是只有还有一个圆的哦。哎呀妈，还弄水了！水来的。Thank you.
有点可怕。走完吧。哇！怎么你要怎样？哈哈哈哈哈！快走快走！好，旁边弄成鬼屋。明明两一个走道走不到两个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我真的怕，旁边有鬼屋。耶，他的花会动的。下面那个，所以你那个三哦，不是很大吗？为什么加起来感觉大？它有没有的看？应该是盘，是不是？还好、哦。这里。对啊、哦，哎，这联赛我要送你隔壁。就之前那里哦。披萨 ，best pizza in town，Ice Edge。看，我进去了。
快充站。今天就先这样啦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一下哦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